接下来这个所谓的这种题目以后还会有很多，就是把两个温度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，然后会问一些问题，比如说球莫温啊，比如说以后球比热，或者是球什么球什么吸热放热多少之类的题目。那么这个题目的想法很简单，就从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想起。一杯热水下面倒在哪来就会变成一杯温水，很好，表示它的温度会一样，没有，就是我们讲过的，两物相接触之后必达什么热平衡。什么叫热平衡？温度会一样，温度会一样，所以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会变成一杯温水，大家温度会一样。热水变温水表示它会降温，冷水变温水了它会升温。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升温的表示会吸热，降温的表示会放热，所以两物相接触最后必达热平衡，温度会一样的过程中，热量是从高温的流到低温，高温的放热流到低温的吸热，所以热水变温水，冷水变成温水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考试也常常考，很简单，就是问你两个东西碰在一起，热量的转移方向，不是从体积大到体积小，不是从密度大到密度小，不是从质量大到质量小，对了，对焦比热，也不是从比热大到比热小，是从温度高到温度低。有一个人在吸热，有一个人在放热，重点能量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，所以放热会等于吸热加散热。我写等于放热等于吸热，那是都是正号，因为都是正号表示你们刚才的 H 等于 N delta T 用的是高温减低温，那就会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。如果你用真正的写法，末温减初温，吸热的会变正，放热变成负，那变成加起来等于零，变成吸热加放热加散热会等于零。好，看你要怎么写都可以。那我现在都这样教，因为你们对负号有惶恐，看到后就不会算，所以我们用高温减低温，都变成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。然后讲过了，用高温减低温，你要自己判断谁放热谁吸热。热量不会消失，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，同时就这样算，这个放热的热嘛，吸热的热嘛，怎么算热？就这样算 ，H 等于 N delta T，H 等于 N delta T。我说过了，这个公式未来会变，但是不管怎么变，这个想法不变，所以这一句话以后还要再讲一遍，我就要问你了，想法都一样。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问问题，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变成一杯温水，热水会放热，冷水会吸热，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，怎么算热？ H 等于 N delta T， 或者是以后出现的公式，就这样算就对了。好，30毫升90的热开水加入20毫升10度的冷开水，不考虑热量的散失，大部分的题目都没有散热，偶尔有题目有散热，然后请问你，这个水比热先不要理它，这个对你目前不重要，待会才会出现。请问你谁是对的？好，老师说，不同温度混合，从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响起，会变成一杯温水，两物相接触，最后必达热平衡，温度会一样，最后温度会一样，都是 T 度，是 T 度。然后呢，计算的公式叫做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，这里谁放热？高温的放热，90度的放热，谁吸热？低温的吸热，10度吸热，怎么算热？ H 等于 N delta T， 水往里面放，高温的放热30毫升，我就直接写30克，因为我们前面教过水的话很简单，几毫升就几公克嘛，然后 delta T 高温减低温，高温90，末温不知道 x， 然后呢等于吸热20毫升的吸热20的 delta T， 好，理化结束，后面数学算出来算出来58度，这表示末温是58度C，
然后它到底吸热放热多少呢？它答案里面有个吸热多少放热多少，这答案应该会一样，这样答案会一样，因为这里没有散热，所以呢放热等于吸热，所以你算放热也可以，算吸热也可以。然后我算放热 ，N 标拉 T 三十乘以九十减五十八，算出来叫做960卡，所以它放热960卡，吸热也是960卡，所以选项写都是错的。所以我们答案选 A， 所以我们答案选 A。下午有人有问题吧？上上一，有人问题了吗？没有，欢迎你们写对。欢迎你们写对。这里是问你要加多少的冷水，有个小问题，不过你如果弄错了，两边都弄错就没问题，就是它单位有点小问题，但是问你两边都弄错就没问题。好，这个人叫做22号，那个人叫做30号，找个女生叫做7号，上来，上来，写，来写，多少？上来，赶快上来啦！天黑了，世界末日了，快点，上来。H 等于 N delta T， 放热会等于吸热加上散热。左边有个放热，右边有个吸热，高温的放热，低温的吸热。你给我回啊！你给我算式说出来。不行，没有。所有数字面都会算一个二啊。上来，赶快啊 ！A 跟谁？你几号？我30号。我不会，我不会。我哪有叫30号？有，我叫对30号。22。不会。不同的温度混合，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，两物相接触，最后必达热平衡。热平衡是温度一样，这里就是末温有几度？40度。他告诉我要背成40度。然后请问你，那公式计算公式叫做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，左边放放热，右边放吸热，这里谁放热？80度吸热放热，放到变成40度。谁吸热？20度吸热，吸热，吸热变成40度。计算我们算 H 等于 N delta T， 左边放热 H 等于 N delta T， 这里有个小问题，就是这里有个乘一千，为什么一要乘一千？因为我们的单位用的是公克，所以要乘一千。而我们讲过，你左边忘了乘，右边忘了乘，就没差，就怕你有一边有乘，一边没有乘，那就有差。啊，所以一要乘一千变功课，乘以 delta T， 高温减低温，高温是80降到40 ，80减40等于另外一个不知道几公斤 ，X 也乘一千变成功课，然后也是高温减低温，它的末温比较高40，初温比较低20，所以40减20 ，OK， 就当列式，理化结束，数学开始，该削的削，该砍的砍，该玩的玩，来两公斤。嘉文有人有问题吗？有。OK。